又到新桥的 Cookie Crispy and Trendy 节目了。泰式炸鸡皮方法：先把辣椒 Cookie 粉放到容器中，然后加进已经煮好的鸡皮，一起搞均匀。再将鸡皮放到已经温热的油里炸，炸到熟金黄色，拿起来晒干油。最后放到碟子上，再撒上红辣椒粉，这样就把泰式炸鸡皮做好了。泰式炸虾下巴方法：先把辣椒 cookie 粉放到容器中，再把虾下巴放进去，一起搞均匀。然后把虾下巴放到已经温热的油里炸，炸到熟金黄色，拿起来晒干油。再把炸好的虾下巴放到容器中，撒上酸辣粉、炸好的青柠叶和炸好的甜辣椒，一起搞均匀。最后放到碟子上，这样就把泰式炸虾下巴做好了。泰式炸紫菜方法：先把辣椒 cookie 粉放到容器中，加进冻水，一起搞均匀。然后把紫菜放进去，沾均匀。再把紫菜放到已经温热的油里炸，炸到熟金黄色，拿起来晒干油。把炸好的紫菜放到碟子上，撒上泰式沙拉辣粉，这样就把泰式炸紫菜做好了。这样就把三个菜单做好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新桥香脆美味的 cookie 菜单。